次就带同学回家打，结果那时候半夜三点多了，然后我阿妈就听到那个麻将的声音，就突然起来跟大家打招呼，大家阿妈你好，嗨你好你好。然后小哥应该打招呼完之后，阿妈就回去睡觉。对，就没有他自己拿一杯茶水，打个老花眼镜，开始四家那边看，看完之后到我后面就手遮着这样，他说。不提卖法，当钱。重点是台大声，很安静嘛。他讲很小声，我说，阿妈，你也想打电话听下？真最大遗憾就是太晚认识麻将。而且我打麻将是谁教我？是摄影班教我打麻将。而且我们那时候打牌没有桌子，我们是用那个反光板。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去巴厘岛外景。巴厘岛外景我们有带麻将，可是出国带麻将桌很不方便。那我们去骗那个 room service 说我们要拍那个什么那个食物的特写， okay. 然后就拿那个 table 进来，然后四个男打好开心啊，打到隔壁房的那个投诉。最后我们把那个桌子搬到游泳池旁边去打，哇，太好玩了。收看麻辣又好赚，老娘说了算。在大高潮，说实话也没什么好的娱乐，我就养养花，种种鸟，玩玩鸟吧，种种鸟。我第一次听到种鸟这件事，养花要怎么种呢？种瓜得瓜，种鸟得鸟。1200年前，我们就叫做种鸟啊，不可以啊！你有没有带过我那个年代？可以，就是过养养花，种种鸟，对，爬爬竹，爬爬对对，或者哦，玩吊筒子啊，我们娱乐叫吊筒子，要玩那种哦，一颗一颗这样吊筒子，哦，你多少加起来多少那吊筒子啊？现在你们改名字了，麻将。对，麻将听说已经变成国粹了，是不是？国粹是。为什么我做这一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接触过很多的电话，很多的那种家庭主妇啦、妈妈啦，你知道，他就说我们都是边打麻将边听你的麻辣天后传，光听你的笑声就很好笑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哦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符合大家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要胡一鸟，我们要打一鸟，这样子不是很好吗？但是会不会听错？不是，至少我们这边打一鸟，就那边哎，不是，不是。但是我想知道，就每个等级到什么程度，很简单。打多大？其实我啦，你听起来就打很小哦。我很小。听你的讲话就很小哦。对，我打很小。range 非常的 rich。你乱讲，他们都在场房子最多就是以讹传讹，在场的最多，房子最多。听说以讹传讹是不好意思说，以讹乱讲，比您的房子还要比我多。对，怎么这样？金姐，你相信吗？相信啊！我从哭穷的，从最早我那个麻辣天后宫，你开始刚出道，跟你弟弟两个这边装可怜这样子，装小鲜肉，厉害！他现在一直从我们身上要蹭来蹭去，为了要骗通告。到今天你开始主持，我相信哦。没有了。对啊，而且趁着我们所有人都生病啊，生小孩的啦，有没有那个桃子姐啦、S 啊，全部都休息去，哇，你们就开始窜出来了。哇塞！是不是？没有。傻瓜，你变好了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也很开心啊，与有荣焉呢。那我非常感谢做台湾所有的制作单位的照顾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。明明我现在讲说我照顾你，你又怎么拜到那边？别人啊！没有，我先跟他们说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各大主持人一起来拜拜的，就是这啊，众行拜料之后再拜祭尊这样子。对对对，感恩啊！对啦对啦，恭喜啦！我那一天在整理家里的时候，还看到我之前在模仿郭富城冠军的那个照片。哦，真的啊，还有那个奖杯，还有我们的合照。现在又要跟郭富城拉上关系了。对啊，现在没有郭富城来要拜他码头了。哇塞！请问你现在打多大？我可以走了，没有人救他的，他跑下去没有人理他。你想，郭彦均，你走了就没有牌打了？没有，我打120，很小的。
骗人，美金啊，真的啦，美金啊，你说。没有，我先讲，因为我打麻将好小哦，我们打麻将都是好小哦。好了，我打过3-1的啦，最大就这样而已，三百一百没什么好炫耀的。哎，这个对最大，对我们来说太大了，真的假的？那怎样？那我要先欢迎就第一次来的英琦。我们已经到第二季了，第一次来，你在排斥我对不对？哦，说出来讲啊，打架打架，放下，你打多大？我是打小的，就是120。打那么小？为什么这样比起来都很小？感觉大家都是大富翁。大飞，你打多大？我最大也是31，但是平常31好像是应该是，我觉得一般是。250好像比较平均，250啊，对，250嘛，对不对？过年吧，过年，对，我是过年才打31哦，不过年我都是。你是30-10吗？不是，300-100，300-100，然后不过年就是那个120，对。整理吓吓他们，对，好啊，打多大？也是一一哦，他打最小，他打110，一一有没有对差？110没有对差，没有差票，没有差票，上楼，我还是上楼哎，好专业哦。今天这里面有没有逛花园的？没有，我曾经输到逛花园。什么？你们逛花园就是你已经没筹码，你就是打到最后啊，你输了不用付，赢的可以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们没听过？有啦，我输过，我输过。我阿妈打逛花园，真的。对，3000块，然后对对，都3000哎，都是3000，就逛花园。忘掉了，这是第一次来了，真是好。他心里想说介绍我的女神，他应该照理来说应该是到我了吧，没有就过去了，他就默默地把他接回来，不好意思，厉害厉害，用阿嬷好厉害，好像越来越像贺大哥哎，好像哦，好像哦 ，DNA 没有错了，没有错，而且有遗传到爸爸的幽默吧，应该越来越强，谢谢，因为前面比较闭塞嘛，对对不对，历练还不够，对，我相信越来越厉害。而且你有没有发觉，做这一集，你们打心里的笑出来，开心，开心啊，超开心！这个麻将都凉了，还要多久啊？坐过去。好啊，那我们先上桌啊！来，第一轮谁先坐？你坐自豪大腿啊！来宾跟天后嘛。你看我后面。我当然我在你后面。我们可以边讲一下自己遇到的经验。哎呀，我以前遇过。不好意思，你可以先掷骰子。我吗？是我吗？共同经验。你主场吗？十三自己对不对？正三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通常就这张就看到70000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张掉下来就70000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们就你看，就开始一直笑寻那张70000。然后摸到花，补到一个边。琪姐被嫌慢了。第三手。不要讲够了。你真的会打麻将？因为还是叫快，开门。林琪。哇，丽姐真厉害，那个做指甲彩绘还可以这样一边打吗？真丽姐，你看真丽姐的手好顺哦，快哦！真丽姐应该打花牌吧？燕君哥一看就知道比较新手。通常这时候速度很快，就说出菜了，快！快！你好啰嗦！不！啊，你补那边。起步！他已经补了。他已经笑疯了，是这样，因为刚刚那个庄家没有喊过波，庄家喊了，还没过波，庄家有喊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一七姐这才骗头套，因为他花是我妈拿出来，他根本就没看到。没有，他可能想碰花了。救命啊！所以你先下象棒，那你就把你刚刚那张还他。不行啊，看个人。我看花，因为相公了。我们要这样，你才会学会打麻将。来，快来。哦，你们真的好计较哦。严格的社区妈妈哦。哎，真的姐，你跟我阿妈好像。好严格哦。不是，你看这几个，这场让他没关系，给他。亲爱的，我发财出好久，你可以打了吗？方便吗？打牌吗？摸牌。不是，可以。好了，给你补了，给你补了。运气不会打哎，我跟你打完，我更年期都到了，可以打了，我可以打，你可以打了，你打了吗？好，白皮，白皮，白皮，上碰，
OK 的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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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的。哎呦，什么牌啊？嗯 ，Well， 白皮。干什么？哎呦，跟干什么？哇，一起跟打。我不太会打发财。哎呦，我们真的是在打麻将，没有没错，就是在打麻将。待会聊，待会聊，我们待会聊，待会聊，对啊，待会聊。九条，我不知道该讲什么。观众朋友不要打台，我们等一下会聊天哦。对，我们等一下，等一下会聊。不小心，我们旁边看的也认真，也认真看的。我们应该请摄影师来拍珍妮姐的牌，因为她进牌超顺。哦耶！可是我觉得英琪姐的运气应该会很好，因为她在这里面算新手，所以她应该会有新手。新手运，而且要小心啊！谁是新手？英琪啊，哇塞！英姐是不是要自摸了？是吗？我帮你看一下。哇，这个亏，这个亏！现在大家都在跟打，一二三桶都断了。红中你敢放？为什么还没有？该不会是胡了吧？哇！哇！哦，对错，对对对，西风啊 ，OK， 好，中很可怕，凑一色，哎，凑一色，对对，一花，一花凑，你们有看过这么旺的吗？很厉害。凑一色，还有东风，我看到。哎，因为毕竟我们是谈话性节目，我们要不要聊一点？还是聊一下吧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最背，我讲最背的。真的好傻哦。待会来，我讲我一个背，一人讲一个故事。是是是。就哪一副牌让你印象最深刻，可以吧 ？OK。好。不然你们好不好？边打边讲。对啊。我没有办法边打边讲哎。好。哇，洗牌机哎。那我帮你们洗，我帮你们洗。你有没有用过洗牌机？干嘛要人？我有用过那个自动麻将桌啊。而且我连自动麻将桌都会修，因为呢，因为瓜哥他就是很好客，然后他常常会约你脸可以朝那边。因为瓜哥他蛮好客，然后他有时候就会约珍妮姐还有其他朋友到家里，那可能约约就五六个，有时候他们来打，瓜哥自己没打，在旁边看人家打。结果呢，珍妮姐他们就怂恿瓜哥叫瓜哥买一台电动麻将桌，电动麻将桌他应该要买啦。然后结果瓜哥他就是叫我去帮他买了一个电动麻将桌嘛，有一天突然打给我跟我说。因为电动麻将桌是用磁力吸的，对，他们筹码掉到里面，就筹码卡到那个轨道，电动麻将桌坏了。他三点打给我，他为什么？因为麻将桌是中间有个洞，他把牌推进去，他为什么把筹码丢进去？不小心的给钱的时候，就那时候三点多，他打来，他就跟我说，十，我们六点要打牌，你会不会修电动麻将桌？你到底打完打牌啊？方向搞错。结果到最后，大哥，我连电动麻将桌的原理我都摸透了，我连电动麻将桌我都会修了。哇！哎，其实没有人在听你讲，我有在听，大家只care打牌而已。哎，这样吧，有没有脚本给他念一下？扭转坏牌运，明星的麻将转运神招。如果你运气很不好的时候，你就要去拿牌。放在你脚底下，脚底。他说牌鬼在脚底下在弄你，那就给他吃点甜的。我只知道就是去打牌的时候就带什么花生酥啦、凤梨酥请大家吃。叫我套啊，好神奇哦！我也是打牌非常背，多三八招的。背到我那天都要被人家摸二十几把，那你就你知道我最后怎么办吗？我把我的 iPhone 打开，我放大悲咒，大家听。好笑哎，又放大悲咒在我后面。好了，你们在打，有没有人需要喝凉的？要不要去？我们弄一点凉的。茶水，可以有杯茶水。尿还有咸酥鸡。咸酥鸡。不要殷勤，你还好意思跟人家叫咸酥鸡？哎，补啊，赶快补啊！补补。哎，补啊！补。等一下，你是少摸一点。你要补？没有啦。没有三个花。金姐，我可以换个位置吗？那个殷勤姐，你要不要？我来，这个我来教。你应该换。东风。好了，哎，收彩。你管我，东风先，习惯，对，东风哦。我跟你讲，我曾经哦，刚开始跟他打300-100，对，其实我完全不会打，然后他们一直训练我，就打快这样。打北风，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这么厉害。珍妮姐跟打，我那时候打麻将真的都一个月，我爸爸我在念书的时候，我爸一个月给我12000。我输光光哎碰，现在大家都打字哦，但是金姐连庄庄家一边讲话可以一边碰，对啊，你还是要做节目啊，对啊，是还是要做下去啊，吃鸡腿边打牌，对啊，庄爸连庄碰了，哎，白皮，你阿妈几岁了还吃鸡腿？80。Oh my goodness！ 哇，五桶哎，庄家牌很好哦，自打完马上打五桶，哇，没有
ESPN 在直播的感觉。ESPN 是我们的。好，哦，跟打哦。哎，我们好像 SNG 连线哦。我们好像直播节，直播节啊，是主持一些主播节目也做。燕君打了九桶，这是安全牌，但是真丽姐还在打字。摸牌，好，上牌。庄家摸牌，他要那张牌，他靠近去。想了想，二手。应该没有人要吃吧？吃中中杯，应该没有人要吃吧？哇，白皮。哇，天真的丢来了！而且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已经菜鸟，菜到已经一万二输光了，我一个月的钱全输光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好不容易最后一把了，我已经没钱了。我最后一把，我就不小心这个牌掉，牌哎碰，哎，要吃牌又不碰，真丽姐要吃牌又不碰，好惨哦！希望不要吃中的牌就好了呗。哦，连庄。连庄三花碰碰虎，哎，连庄哦，进牌了，哇，哎呦，进到一个赛，好臭，吃西吃西，你吃西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其实打牌就是他们在讲的那些话也很好笑，我已经打得好仔细，九条，好会听哦，没有啦，六条，真丽姐跟打，再打九跟打六，摸牌，金姐问味的很甜，但是因其没有牙齿，吃不到，留着。这个，哦，哎，庄家连庄听牌喽，他一个人打牌，后面有三个军师，是，你知道跟大家有看到对不对？哦，你说后有看到对不对？观众有看到对不对？有吗？东风，东风没有用，哎，又摸到六锁，打到烂啊，回踢，你还要六锁，六九，他是虎，六九，哎呀，庄家还连呢，庄连庄连啊，我就跟你讲，你他要连了嘞。因为他吃六条，但是你们有玩那种单调，就是摆得出来就有吗？如果有，就再加单调。没有，庄家连拉拉一四台。观众朋友，我们要聊天了，来来，我们进行下一个单元。规矩就这样，你就是输了就要退，输了就要退，对，难怪那么远。讲你的故事。等一下，我讲我的故事好不好？我最运气最糟的就是。我跟你讲，等我一下哦。我运气最糟的一件事情哦，举例来讲，这张是二条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这边刚好有西风，发财，三张发财好了。是。对。好，三张发财好了。我运气背到真的已经从头输到尾了这样子。然后这张牌不小心掉下来，让我看到二条，我自摸。嗯。那我心里要想什么？摸花，对不对？摸花，我摸到花，我自摸才能补啊，我就杠上自摸嘛，多一台，对不对？多一台，就一直摸，已经昏了，这样输到一塌糊涂，这样真的，然后就最后了，已快结束了，摸到发财，打出去，好赚哦！我有三张发财，哎，可以杠哦。我只想要摸花，我其他完全没想，就摸进来，杠上丢出去，这样子，太气死了！那个对，那气死我！我跟你讲，就是背到底了。那一天我记得我从林森北路走回敦化南路，啊，没有那一副牌。我们没车钱啊，真的输光啦。我们打牌的时候，男生就是很爱耍帅，不都是这样摸牌然后就丢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个信啊，他都有打的时候，他前面赢钱哦，信乐团的信，他打牌赢钱，然后他前面他就这样摸了就丢出去，一丢出去花，你知道吗？下风了，然后你知道杠上一看，杠上自摸中洞，你知道他从那把开始见到输。天，我问你，你打麻将有小配头吗？就是运的那种小配头。没有，我都不会做这种事情。但是我听说过一件事情，如果你运气很不好的时候，你就要去拿糖果，甜的东西，拿糖果，没有，拿糖果放在你脚底下，脚底，他说牌鬼在脚底下在弄你，那你就要给他吃点甜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你们没有听过这种的？没有啊。我只知道就是去打牌的时候就带什么花生酥啦、凤梨酥请大家吃，这样好惊奇啊！可是不知道跑是不
对不对？可是郭彦均每一次在输钱的时候，他就会开始弄一些三八招，比如说他会把灯啊那边瞧一瞧，然后开始拍拍椅子啊，反过来敲椅子，敲桌子啊，什么敲灯啊。我有一次打完非常背，多三八招的，背到我那天时候被人家摸二十几把，那你就你知道我最后怎么办吗？我把我的 iPhone 打开，我放大悲咒，大家听，好笑哎，就放大悲咒在我后面，夸张没得，好低级哦。可是打牌就是这样才好玩啊，哪有打牌没有只有你觉得好玩？我有一次就是我们跟篮球员约打牌嘛，然后我说要打牌，结果大家都没空，就只有三个，后来就留局，就我就在群组说，哎，可以打了，我约了 Apple。就突然哦，十几个男生跳出来说他们都有空，对，真的。哎，那就跟然后马国贤一样，那一天跟他们跟人机打牌的，他跟人机打牌，他就跟你说，哎，我好累哦，我怎样？他是看不起你吗？对，然后打完打，如果是都是妹，不是人机，他打到天亮他。曾志豪带朋友打麻将，阿嬷在旁边打暗号。有时又带同学回家打，结果那时候半夜三点多了，然后我阿嬷就听到那个麻将的声音。就突然起来跟大家打招呼，然后大家阿妈你好，哎你好你好，然后小哥应该打招呼完之后，阿妈就回去睡觉，对，就没有他自己拿一杯茶水，戴个老花眼镜，开始试驾那边看，看完之后到我后面就手遮着这样，他说，哎，你弟卖牌棒球，重点是台大声，很安静嘛，他讲很小声，我说，哎阿妈体力也小点声听。跟马国贤打过一次，但他自己会带啤酒，就是可能跟我们打要把自己灌醉，有没有？不然，我打不下去，他不开心，然后就自以为这红酒倒两杯这样，自己在那边喝，那喝一喝，然后就开始会耍宝哦，哎，他跟我们打会耍宝，哎，这么可爱。然后他就讲说，金姐金姐，我的牌走来走去哦，乱走哎，喝醉了。乱走哦，赌鬼怕酒鬼，对，他故意喝酒，是想赢你们的钱，真的。一起跟他打了三条，哎，打进了第一个台啦，一起就默默的，有没有？对，他这集就是来输钱的。现在彦均哥在闷闷了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下。彦均，你认真打啦，不要拍了，不要拍，拍什么？拍什么？拍背吗？不能拍背啊，拍背会先会忌讳啊。拍胸。拍我肾脏啊！可以跑游戏，可以拍你的肺吗？曾志豪听说假动作回来喽！哎呦，哎，进了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庄家连二进了边上，哎呦，来一个边打五笔，要跟金姐说什么？谢谢，谢谢，哎呦，吃中间，哎，谢谢，谢谢，曾志豪，已经忘掉讲你的故事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很认真在看。听说你在带同学回去打的时候，哦，我阿妈，你家都有人打 pass， 我们家哦，每就是几乎每个礼拜都有麻将，嗯，那有一次就带同学回家打，结果那时候半夜三点多了，然后我阿妈就听到那个麻将的声音，就突然起来跟大家打招呼，大家阿妈你好，嗨你好你好。然后小钟应该打招呼完之后，阿妈就回去睡觉，对，就没有他自己拿一杯茶水，打个老花眼镜，开始试驾那边看，看，然后看完之后到我后面就手遮着这样，我比如说我拿着这一支，他说，哎，黑鸡卖怕黑棒球，黑鸡唔通怕，黑最严重诶，怎么可以这样？然后重点是很大声，很安静嘛，他讲很小声，我说，哎，阿妈你也先打电话给他，说小阿拍水。鸡鸡卖怕哦，哎，鸡鸡吼，鸡鸡吼，字幕太久不算哦，太久不算，这个真的不算，你连麻将掉到满地，没有了，算了，没有了，那我还算连庄，我们家算啊，我还是连哦，等一下，在我们家算啊，没有没有，排第一。字幕太久就不算，牌掉到地上，位置太高也不算，太低也不算，是真的，过肩膀以上不算，不能过肩。怎么判断牌？是，对不对？你问他的，继续，你说，哪边不对？没有，你牌掉到地上最，我没有掉地上，摔到了小腿，你要打一张出来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有多严？哎，真的有多严？真的讲。也可以，再打出一张，我们还打以为是字幕，还要打出来哦，然后你都知道要听什么，打吧，你要打一张，打一张比较好，而且打出来可能你放炮哦，哎，而且你的牌乱，你从此会衰八年。他现在打花牌，下面有没有掉？他打花牌，打一张，没关系，
你会不会？哎，他有一句我阿妈讲的，你阿妹放晴哦。我觉得他，因为他刚刚我们都在聊天，所以他拿起来的他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自摸，所以他一直在等。你不用怕，没关系。没有，这打麻将是有规矩。会不会后面的面手已经看不到牌爆在干嘛？已经叼起13张了。对，那我就谢谢你啦。自摸放晴哦。李安呢？也放晴，下一次这个369啊。哎呦，门清平湖啊，平湖没有自摸放枪哦，门清平湖啊，两台，你看就是有这种人，人家在算的时候就一直找，他还弄到厅啊，你为什么把自己这样弄牌换，这有什么意义？反正就无聊啊，反正我也没有胡牌，我也没有放枪啊，他要找到，他说哎，他要告诉大家说等一下就换我了，对，什么时候才换他？所以你个性就是粉饰太平行，对不对？对，就不管你把换到自己说哦，停，对对对，这牌烂就是这样，有这种人追求是一种感觉。我也不用拿钱，我也不用赌钱了。对，现在对你输很，你输最多。你从今天起退出麻将界吧。而且你知道，我觉得麻将只能自己在家跟家人玩。而且刚刚我们没把你赶下来，是因为老娘在连庄。不是，不然下庄。早就换人上来了，甄子豪就上来了。你上，去到场，好打，换人，加油。其实打麻将真的很好，靠运气吗？我有打过，我最不相信说看到和尚啊，这我最不相信。没有，用样你就错了，真的看到那个你输定了，输惨了。在路上看到，我坐高铁回来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到处都看到。我上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卷袖子，是怎么？对啊，我怕那个袖子，快把袖子放到台了。对，脚会不会这样抬到上面？快上来了。对啊。就是因为其实有巨鹿，就是你在要去打牌的路上，就碰到尼姑或和尚，因为六根清净嘛，所以肯定输。我上次就是这样去打输很多，真的肯定输。可是你要打牌前，如果刚好人家揪我打麻将的时候，我正好在逛街买了包包跟鞋子，这场赢定了。来，加油！买包包跟鞋子赢定了，因为有花，我不知道哎，真的，而且一样买鞋，买衣服还不会赢哦，一定要买鞋。这是你的 paper。对。哦，现在看到每个人好像还蛮如火如荼，对啊，耍力啊，这样好玩而已。散牌牌，他连那个牌机都修了。你就发觉一个人哦，不会啊，怎么样？哇塞，哎。好快哦！等一下，你要看一下，你要看这个人，这个人的牌，看一下这个人的牌。清一色吗？自一色？凑一色。哇！你在玩对啊？还没成功，拿起来给镜头看，拿起来。哇！我只是想要就是胡牌而已。这也很强啊！他是要拼身家，他已经差不多做成功了。对，哎，那你那个二筒是绝招，因为他两张，我两张了。哎，这样你很厉害，哇！绝招自摸，哎，好厉害。中洞，而且你还会去管人家有几张。哎，我刚刚算二花，这样不算，没有，敢下，你要三万克才没有，正花才要3万。好，没事，郭彦均从下了牌桌之后，一句话都没接哦。与麻将相见恨晚，明星的牌桌趣事。人生最大遗憾就是太晚认识麻将，而且我打麻将是谁教我？是摄影班教我打麻将，而且我们那时候打牌没有桌子，我们是用那个反光板。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去巴厘岛外景，巴厘岛外景我们有带麻将，可是出国带麻将桌很不方便。然后我们去骗那个 room service 说我们要拍那个食物的特写，然后就拿那个 table 进来，然后四个打好开心哦，打到隔壁房的那个投诉。最后我们把那个桌子搬到游泳池旁边去打，哇，太好玩了。哎，我算二花，这样不算，没有，敢下，你要三万克才没有，正花才要3万。好，对啊，你呀，装傻，没事，郭彦均从下了桌之后，一句话都没接哦，他的事哎。对你觉得已经下班了吗？我没有，还是收工了。我不能玩麻将，我会很认真的。你有多喜欢？我好爱，我让我此生最大的遗憾，我此生最大爱打牌。此生最大遗憾就是太晚认识麻将了。什么时候开始打？我是出外景的第二年开始打麻将，而且我打麻将是谁教我？是摄影班教我打麻将的。而且我们那时候打牌没有桌子，我们是用那个反光板。啊，抱歉，反光板有这么大？
有防空板，你两个把它弄起来，有一点点长方形也没有关系，大家那个时候只要有的玩就好了。那个时候，然后我们的，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去巴厘岛外景，巴厘岛外景我们有带麻将，可是出国带麻将桌很不方便。对，然后我们就跟饭店有板子啊。没有，我们出国，我们那一次出国，因为我们的那个饭店它有那个方桌，就是餐厅的方桌，然后我们去骗那个 room service 说我们要拍那个什么那个食物的特写，然后就拿那个 table 进来，然后四个打好开心啊，打到隔壁房在那个投诉，最后我们把那个桌子搬到游泳池旁边去打，哇，太好玩了，可以吗？好，我打到连那个上碰下可以啊，打到那个内地人都来跟我们我一起玩，对不对？太好玩了，国粹。对呀、啊，国粹啊，真的太好玩了、欸。但是这个算公然聚赌吗？没有啊，一桌不算，一桌不算，而且桌上没有钱啊，这是不算。而且要打麻将哦，桌上没有，可是桌下有。打麻将装可爱型，所以打麻将真的可以看出一个人人性。你们有遇过最厉害是怎么厉害？你就打麻将吗？最厉害，我觉得打麻将真的运气。没有，我有遇过，我以前有个干哥哥，打到我觉得索然无味了，我就完全不想打了。他就跟你打，他就跟你讲五八筒哦，怎么那么恐怖？你腿就软，很会看，你腿就软，因为他猜到。怎么那么恐怖？恐怖，他就断牌，你打每张牌他都记起来啊，然后就下一把二五饼哦，这还好。太恐怖！我爸他们在那个秀场时期、啊，他们都会打麻将嘛。那时候因为没有三台嘛，那时候会有很多人呢，就很多 dancer 想要工作机会，然后就陪大哥打牌。就在旁边就是帮忙倒茶水啊，然后会有东调 dancer 啊，对啊，如果服务的不错，大哥就会给他一个上台的机会，跟到后台的机会。哎，啊，换你了，就是爸爸就会对到后台，大家开心一下这样。你讲个断头故事，然后 and then， 因为他要听牌了 ，and then， 哦，然后还有以前，这个我操。灵魂在投入这个、啊。照理说，他应该告诉我们讲说啊，就是因为我爸爸就是赌钱，然后因为很多黑人去站桩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经常看到，以前会在那个中影文化城，中影对，因为爸爸录影嘛，在中影文化城，然后哎、欸，奇怪，现场怎么会有那个黑衣男子，然后跟我爸很熟呀，然后录影大家拍手，他们也跟着拍手，然后笑也跟着笑，然后一结束之后他说，哎、欸，贺大哥，顶盖黑有无？哎。阿美猴啊，赌债。对，你爸爸是赌什么？麻将啊，麻将。打麻将也会输、啊。会降。会。我说实话，就是这些那个大哥有没有很容易被捡的？啊？他们以前打麻将夸张，他们打很可能被捡的，很可能。我听过我爸一个故事，他打一打麻将，然后隔壁有一个中古车行，他就赢了好像两三百万，然后去隔壁车行就是签了一台宾士走。对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的车子就我妈打麻将赢来。对，但好笑的是，他打完了三将之后，把车又开回车行，说他输钱，他车又卖回去这样，卖回车行。讲话手要动，这不就输了那些价差吗？是啊，输了价差了。啊，可是我们打麻将都是跟认识的，所以来来去去就还好，就还好，因为我们没有玩那么大，所以那好吧，其他我们在旁边讲的就是，如果你手气不好，你们怎么转运？建军，手气不好就赶快回家了，就不要打。屁，绝对不是，我真的是这种哎，我不相信，我真的觉得。我跟你讲，我马上哎，有些人手气不好，他会硬要上诉啊。不行不行，可是我要打到赢，对，他打到赢，就是你呀。我碰碰碰，人家说你就是要打到赢才要回家。我没有，你有，是想打牌，我就是爱打而已，我没有一定要赢。以前是不好，但是陪家人玩 OK 啦。真的，对，小赌怡情。我刚刚说那时候我爸他们在东南亚作秀的时候。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打麻将，就后来听说是小哥费玉清输了，就输了之后大家都回去睡，就他半夜的时候到每一个房间敲房门，说哎，不然我们再打个两圈吧，这样求大家、哦，求大家。就后来他一开始说输钱不玩了，就后来他一赢起来说我头好晕，我要休息，就回房间了。哦，赢了就赢了就走了。对，那你爸爸不会骂人？没办法、啊，因为他是小哥费玉清嘛。OK 了，碰可以，碰可以。他这就是我看我最讨厌的人哦，哦这样突然大声，对，突然这样子听个牌，好像全世界他就是最大，最大了，装的一副就听了牌，我就是拿破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金正男呐。所以打麻将就要跟认识的人才能讲，玩好玩，真的，大家还可以聊天，不认识就很尴尬，对，对啊，嗯，开玩笑也不行，这家进牌了，我让你知道一下。不认识你还在那边碰，哦，我听很久了。OK， 我看他，我要看那个真理的。那你先
应该也听。我帮你看看你有几张牌机会好不好？五，快没了，快没了，牌快没了。你好像还有一张哎，凑装哦。好，不要，张就真的啊，还有一张哦。没，有。烂哦。给他七条卡这样，大飞腿超好的。OK， 其实大家看我这样，其实我之前有帮梁以晨打过，梁以晨就说，哎，你拜拿，他说大飞你会打牌吗？我说哦，我会，很厉害哦。然后就他说，哦，那你我去上厕所，你帮我打一下。就他回来之后，我就已经帮他输了两道。这么快，其实这个没有什么。通常上洗手间，通常是他去转运的。对，像我如果腿不好，然后一下妆或干嘛，我就会跑去厕所大便。你应该可以去啦，现在应该可以去了。而且通常会归在连装的时候，就是说我憋不住了。对对，这好讨厌哦。但是有时候你会讲说，我真憋不住，你也不让他拉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也是有我跟朋友打，然后呢，那一次我是连五拉五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上妆之前他就很想尿了，然后说不好意思，我连哦，那就直接打到连五拉五的时候，最后他放枪，没有 ，sorry， 是我放枪，我放完之后七条，我刚放七条，然后呢，然后我一放七条以后，他胡完以后，砰啪就出来了，他尿就出来了，因为连装男生女生男生，因为连装谁。就我同学，真的我同学。你们也太坏了吧！但因为连装不能起来，你起来很没有品啊。是啊，你起来很没有品，但危害到健康也不对啊。可是对啊，这就是打麻将的乐趣啊，这就是乐趣，打到膀胱发炎，真的是没有。但危害到健康也不对啊。可是对啊，这就是打麻将的乐趣啊，这就是乐趣，真的。打到膀胱发炎，真的是。何必嘞？他那个有点太厉害了。可是我们有一次打，然后我们朋友他有点喜欢那个打麻将，然后那天因为我们有点喜欢的，有点是很喜欢，因为我们在讲的还是在投入嘛。可是我们平常都会有，比如说其他朋友在旁边可以去买一些咸酥鸡跟饮料，可以互这边那个用，有时候打时间比较久。可是那天刚好就没有，就我们四个人一直在那边玩。然后他又说他肚子很饿，然后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，然后他就去冰箱拿了东西吃一吃。他就拿了那个一些鸡肉什么，然后就吃掉了。吃掉以后我们就继续打。可是，在打的时候，他时常就说他在洗手间。我们想说奇怪，怎么就是膀胱洗手间？对，想说他膀胱不好嘛，还是中洞一二三。东风白，不要常打麻将。天哪，真的，不然以后黑衣人也会来的。没有，我都认识白衣人，真的。白衣人也乖乖。我八台哈，没来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对啊，哎你再这样，你看黑衣人已经站在你旁边了。然后那个谁，换手。重点是英琪姐的，珍妮可以坐着。那你们。真的可以做，像我那个谁来吧，来吧。但是我打很慢。小哈来，像我自己的话，我是东，不管牌好不好，绝对不服。你们这么投入，东绝对不服。等一下，你们这么投入都没有人要听那个故事。没有，讲完了。完了，你还在讲东怎么样？还没讲完啊？投入吗？就告他自摸，不好意思，告他自摸。对，不要说我们都不听你讲故事，你看他们也都成，他们也，你看他们都睡着了。对，他有在听，听到就是他去那个人的家里面，是他那个人就是从冰箱。他问说要排几尊啦？18。哇，排几尊啊？18了。6个3次，6个3次这样。没有，就比排次多2个出来。珍妮姐真的是有一没有有一股鬼耶。对，故事让他讲完。还没讲完。走啦！好，大家不准讲话了，我要听他讲完。他吃一次后，然后从他吃完以后，中间去上了几次洗手间，然后到继续打，中间差不多有4-5个小时，然后他就到最后，他终于他受不了，他有点想要去，就是去医院。我们想说为什么要去医院？你刚不是一直想要去洗手间吗？他说他胃真的很不舒服，然后结果我们赶快就叫计程车送他去，他急性肠胃炎。啊？那故事中憋尿憋到急性肠胃炎？没有，他吃坏东西。他赢还输？他输了，就是因为输他不想走，他一直喊说他要上诉，那
那是那天我们已经打蛮久，大家都说想要走了，因为我们也肚子很饿了。可是他那天他就住院，肠胃炎还不走哦，他还住院啊。然后他从此以后就没有再约我们打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觉得很丢脸，因为怕你们下毒啊。其实他们这些就是前辈们打牌啊，都会有一些标准的一些 pose， 跟一些习惯，像比如说我讲一个我们演艺圈大哥飞哥，飞哥哦，对，没错，他平常是这样，他一听牌就说，啊，脸会变吗？哎呀，听了啊，对，然后讲出来给你听，然后下家准备要打那个牌，他就要演牌嘛，很盖，他说，哎呀，打那张啊，危险啊，一打，哎呀，活了，他为什么？越大越像你爸爸，表示我，表示我爸的蝌蚪很强壮嘛。你本来的脸的宽度也没那么宽呢，本来好像没有那么像，没有那么像，越来越像哎。以前人家跟我说你爸爸是贺大哥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啊，真的假的？怎么那么儿子那么帅？现在我觉得嗯，对啊，我觉得你要把他发扬光大，因为最近跟爸爸感情比较好了，所以长得比较像。像跟爸爸住吗？没有。跟妈妈住啊，啊，我总不能再跟他们一起住了，我都长大了，对，在外面住。他现在大男人了，对，他长大男人了，真的是。他成立了，超大。不是，跟玛丽亚要讲什么？没有，我要讲说我打牌的话，我的禁忌是我东风东牌再怎么好，我觉得很多人都这样，很多人东风东不碰，不胡，不胡，不胡。除了自摸或你是庄，我是庄家，对，不然基本上不会。给龟给怪，而且我的风很怪，我在今天再怎么背，我只要一进西风，我的龟就会来，而且不能进西风，对，我都从西风。你知道，因为你晒啊。哦，对，谢谢。自吸。不过至少会发觉一件事情哦，现在人真的娱乐真的少了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在家里唱卡拉 OK 吵到别人。对对。真的真的真的，楼下有时候真的好吵。打麻将还可以容忍一些。嗯。那当然，现在就是大家也知道，别人抗议的时候搓牌小声一点。对。像有静音麻将，电动麻将桌是最好的。有静音，对啊，对啊。而且也有那种无声麻将，对对对对，小的那种，扣起来的声音很小，对，没有比较没有碰撞声，可是就是没有扣，就是要有那种，而且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防老人痴呆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脑部需要激，对啊，就是酸脑筋啊，活动一下也是好事，也是国粹，但是不要打太大，对，不要黑，不要打到黑人来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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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伤感情。这句话，你来，最后让你 ending， 对，因为爸爸最有切身之痛，爸爸输了多少？应该几个亿有吧？要几个亿啊？这么多，你可以在这讲，因为没有，就实话，因为其实要跟电视机朋友说，就是赌博是好玩就好，不要赌到就是连家产都赌出来，真的蛮惨的。不然你真的很有钱呢。我就富二代啊，富二代。但我，但我现在也是，不是，我现在还是富二代，我付车贷跟房贷啊。就是富背着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要老心态好最重要了，好不好？这是最好的 ending， 也祝福大家就愉愉快快的，开开心心的陪陪家人。你自摸了 ，We don't care， 赶快退场。